张旭队长，要不然你先。我真的他们太强了，真的我，他们真的太强了，他把，就是好的不得了。我脑子里现在只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是我的选他们要淘汰？我疯掉了，我直接一个人在那里疯掉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我拿到哪儿去，就是我团队的做的这样的作品，我拿到哪儿去我都是自豪的。来，一博队长先说吧，先一波王炸一下，来。是很炸啊、我因为从开头就一直拿个毛笔嘛，我不知道毛笔到底落笔在哪里，你要是展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，结果拿出了一个画框出来啊，画的是一个这个他们的队员。这样的一个风景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。谢谢一波队长。我的感觉是那种内伤，真的是内伤。然后中间那种攻击你那种招都是致命的，而且很难受，真的就里面都被你们摧毁了。潘亮队长，然后也是。你是不是内心也非常难受？看完真的就觉得那个是持续的有一股内心的揪着，是不是用炸来形容？我只会用炸来形容。内炸，内燃。我宁愿你一巴打死我，但是你是那种捏我捏到死了，你明白吗？已经死了。你明白那个感觉吗？不好意思，中文 只能真实感受表现出来，表达出来。他们这个表演里面是所有每个细节我觉得都处理得很适当，然后会很是比较没有瑕疵的，我很喜欢的一个口味。